要是实在想不出，我带你出去透透气。时候不早了，我知道有个地方这会儿特别漂亮。今天能见度还不错，你看那边那个方向是市中心，看到那栋特别高的楼了吗？不只能看到那个呢，还有那个方向应该是你家了。其实这几天我想办法打探到了葛蕾蕾的消息。还记得突然发生在他家的那场火灾吗？大火扑灭后，葛家别墅的一部分地下空间暴露了出来。虽说这年头别墅挖地下室很常见，但葛家的地下室并不在开发商公开的房型图内。远远不止，地下室似乎主要被用来放书本之类的杂物，但又有人居住的痕迹。他们提取了包括脚印在内的痕迹后，基本可以确定，那个人就是余良。我怀疑连他们都不一定知道那个地方，只有房子的真正主人才清楚。没错，他失忆后写下的求救纸条可以证明这一点。如果余良曾被他收留后住在别墅里，那么随着他记忆开始消退，余良就会逐渐变成一个陌生人。那是槐树吗？我想应该是的，看样子已经被烧毁了，很快就会被处理掉吧。这才刚开始呢，别用脑过度了啊，要不先吃点什么休息一下。
别紧张啊，已经洗干净了，现在被我用来装别的东西。伸手。余良的登山背包里，他藏得真够深的。虽然还没法向余良本人求证，但这些纸条大体上能反映一些他们之间的信任关系。葛磊磊的死不仅让余良失去了住所，还一定程度上让他下定了决心。所以他才在目睹快递站大火的那个晚上迅速制定了计划。还真是不能小看余良啊。不管他在查谁，查到了什么，应该都触及到了连我们都没发现的内幕。我们这边可要加把劲儿了，你觉得呢，律师姐姐？是吗？哎，你就别和我提他了，他给我惹了那么大麻烦，一想到这些就想把这东西彻底处理了。我怎么会真的把它扔了呢？高空抛物可是要罚款的，更何况现在留着它还有用，说不定它哪天就会指引我们找到些什么。唯一的问题就是这座城市真的挺会藏污纳垢的，估计会花上不少时间。说实话，我有时候真觉得这底下有些地方烂得可以。是我说早了，
你说，怎么会有这么又烂又美的地方呢？月亮，今晚会有几个客人来看你哦，还记得吗？我昨天刚和你说过，有一家慈善机构从你妈妈以前的病友们那里听说了你的情况，他会派志愿者过来确认你的状况，这样就能尽快办理资助手续了。哦，稍等一下。最近感觉怎么样？以后不要再逃跑喽，也不用对别人那么戒备。这段时间内，都不会有人送你回感化院了。我刚才听护士小姐说，无论是钱还是住处，慈善机构的专业人士都会为你安排妥当，所以以后对那边的人乖一点好吗？不要像吓我一样把他们也吓到。什么？是想和我说话吗？别着急，慢慢说。坏话？奇怪，应该是我听错了吧？没关系的，不用急着告诉我什么，现在先好好休息。倒不如说，我比谁都希望你快点康复。